那就有第二天赶快把这两个打一打，然后想一下，我们自己想先把这个两个打一打，然后可能会再讲个角色吧。嗯，我现在暂定一个卡在这边。所以他可以把角色给弄起来。角色在哪里？真天真真，我是……嗯？奇怪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怎么多这么多只出来？应该是我的错觉，太扯了吧！这两只都是没有讲过的呀。嗯，反正就开始讲时钟。这什么？这有个性转是什么意思？我想来点，我觉得还要再点一点不一样的东西，但东西有点太少了。这个嘛，再给你们看一下法相好了。你这东西真的太少，哎，死神怎么坏掉了？嗯，你的 VP 都可以分享哎，这边可以打，那你就会显示出来。开始道具。